买个料吧。看起来威望。全都是料的，给料。有这个标点。那边入口啊，这边可以停车。我要钓的话，可以来这边钓，很近，很方便。但有没有鱼看运气啦。哦，又来这边冒险的嘞。这里哪里？日月潭某个地方，我来在。哎，在地人就知道了，很常见啊。不过这点也不用太期望了，这点就是钓个休闲而已。要大咬的话，看运气的。很少，我在这边钓只有一次大咬过而已，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看风景。好了，今天也没什么时间了，就来这边钓一下了，以后来日月潭机会也不多。最近比较少船在开，钓浮标要钓到底有点困。小鱼很多了，这底下一堆红红的，很好，哦，这种的啊，现在这个体型啊，
钓小条的回去养 OK 的，这个随便钓了一堆。哦，也有大条的。哦，这个岸边也很多啊。那算小的嘞，小米鸡啊，对，小米鸡，小米鸡，虽然是外来种，是放回家了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乌龟鱼啦，乌龟鱼啊，大一点的啦，这个都不及格。用不吧，我想这一步哇，终于为珍珠呆，好好笑。哎呦靠呀嘞，那珍珠呆背鳍不见的嘞，它发育不了，还是被咬的，好可怜哦！回家啦。这个季节，珍珠石斑很多。它钓回家咬。船很多呢，浪很大、啊。有没有？你看，我觉得，哦，大条的珍珠石斑，小条，一直来吃，吃袂真啊。哦，这个哦，大条了一点的红魔鬼，看来可以软个细耶，白天被乱死了。不要怕我，我就是来放生外来种。钓回去养的 OK 了，钓完别乱放掉就好。
这一种的啦。大跳的。讯号很多，但是都不是要的讯号。安尼唔通哦，一直。中大条，大条了。给大家看一下你的漂亮的身体。哦，回马枪，回马枪，回马枪。来吧，来吧。哎呦，哇！漂亮吧？还是理科的了，漂亮的体型，大概一斤左右啦，把它放它回家好了，好不好？放回家，放回家，还是小 baby 啊，继续长大吧。重哦，重鱼哎，这尾是，这尾应该也是哦。哦，又是。爆发力十足，
袂使叫救去诊所啦，靠背。又来了。哦，这也更大条一点。哎，没有，差不多了。哦，来了来了。哦 ，Hello， 龙金鱼。哎呀！建议钓有这种的，还是放它回家啦，让它继续长大。哦，等于可以长到四五斤，这种算小的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哦，那一尾游走咯，不是这一尾哦，这一尾是死很久咯，看清楚哦，有爽到啦，钓到两条梗鱼啊，还不错啦，继续再钓一下下好了。浪太大了，啊，还是很多鱼在咬，哦，这一下大力，我的 PE 线两个都断掉，不是卡底哦。讯号有下去哦，！Oh my god！ 我线足有中鱼哎，换了。今日的咬光就如上了，准备回家了，现在大概三点了，回家了，小钓三个小时左右了， OK， 有鱼就好了，那我们下回再见了，拜拜。